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1月16号的观天下新闻，我是李一凡。冬天天气冷，很多人呢都会有皮肤痒的状况。新北市政府卫生局表示，天冷的时候，一般人的汗腺还有皮脂腺的分泌功能也会降低，因此呢，有些人会感到皮肤很痒。一开始呢，先是干燥脱皮，后来可能抓到，甚至呢会起红疹或者是皮肤皲裂，还可能会影响睡眠。这就是俗称的冬季痒，主要是因为冬天皮肤干燥所引起的。带您来了解。冬天到了，有许多民众总会感到皮肤瘙痒难耐，从一开始的干燥脱皮，渐渐起了红疹甚至龟裂，刻意买了药皂搓洗，病情却反而变本加厉，影响睡眠，这就是俗称的冬季痒。其实冬痒症一般指的就是干燥性皮肤症，或者是说缺脂性的皮肤症。那一般在中老年人的长辈身上会比较容易看到，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皮脂的分泌会速度会减慢造成，温度骤降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哈。那门诊的部分一般因为前段的处理过程如果没有很好的话，就会造成后面造成皮肤溃疡，那在一般门诊就会皮肤科就会大量的增加。卫生局表示，根据调查，每到冬天来临，皮肤科的门诊量就会增加，而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冬痒症。卫生局表示，民众如果刻意买药皂搓洗，病情反而会变本加厉。经过我们有询问过更新医院王主任哈，他是说，在只要天气变冷的开始步入冬季，那这样的病患一般都会增加。卫生局表示，冬痒症不是病，但是因为刻意的抓痒而破皮，导致全身性溃烂，后果相当严重，民众不可不防。记者冯强，市府长报道。